No me digas, sí.那个家伙英雄联盟自走棋到底出来了没有？看到有人说英雄联盟自走棋，我也想去玩两把。黑姐啊，停了，你这消音器这么厉害吗？封烟封的雷了吗？一晚上录像，好看不吗？王，老视频你也能看，你那么开心吗？那说明你看的不是录像啊。通过去躲一下吧。下次不值得。
恭喜猫王粉丝牌升到了8级。他们最后一个扔炮了吗？我觉得情况不妙了哟，他的队友要来了哟。哎，我一开始杀的人的包在哪里啊？啊？我想知道我能丢什么啊？看不见什么的。
没子弹怎么玩？舔。这个人会不会举报我哟？OK， 这个圈站左边防区还是右边的大防区呢？一个概率问题了。车冒烟了，忘记再打了，想想算了。十七个人，为什么我感觉我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了十个人了？我决定我先不到防区，我们先在这边漂泊一下。哎，但是这个悬崖刷离刷到还很远，怎么办？离刷到还很久，这样漂泊也不是办法。所以我决定，然后我看那辆车，然后也不是很好，然后我觉得第一先去这种小厕所待一下，因为我不管去左边右边可能都要打架，这一架不值得打，因为打了这一架打了之后可能又要跑圈，大家能理解吗？要找一个地方不容易被打的地方。就在这样开车就好了。
这就知道了，这翅膀挺好。才能输了，死完了吗？是全死的吗？欢迎猫王。是直接死的吗？怎么感觉好像不是直接死的样子？直接跳了击杀吗？那我就不舔包了，舔包有风险。其实我没什么要舔的，就是要雷，就是要舔雷。首先这两个雷，那成没有来了怎么办？四倍镜掉哪儿了？耳机戴的好热呀！血兵，国际去算一算。
这位家后面有个人，有点头大呀。就是不走，这雷丢的有点丑。哇操，这个鬼，这个鬼，必须三把。我也觉得上一把两个大哥哥，兄弟们，两个大哥，谢谢圈圈送的飞机，谢谢圈圈送的飞机，谢谢圈圈送的诛仙机，必须得三三吧，对不对？我待会儿就写上了啊，两个神仙，你们说，这种太难了，知道吗？这要不是我这狗的好。这要不是我有三级头三级剑啊，绝逼吃不到鸡。城里有多少人啊？城里差没人，没人吧，没人吧。OK， 兄弟们，上一把我杀两个神仙吃鸡，我的天哪！我就真的心惊肉跳。我举报他们俩，他们俩已经疯了，但是鸡是我吃的，你们敢信吗？我们上把是在一起玩吗？上把我们应该不在一起吧，因为我看了很久的那个回放，欣赏了很久我的操作。杀龙那个打草场，
好，牛批。你说这是福建话还是闽南语啊？类似。臭屁鞋必须得挂一下三级，真的。这我觉得挂三级一点都不过分，你们知道吗？三级了，就这两个神仙，这种吃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但是我们完成了，对吧？算了算了，我想了一下，算了算了，我想了一下，作为我们的诚信主播，就一级吧。作为这种诛仙这种小场面，虽然说是很难，但是呢，我们不能骄傲，对吧？我骄傲了吗？不能骄傲。神其实也是人，只是他做了人做不到的事情，所以被称之为神。作为我们就不能骄傲，应该再接再厉。他这里面偷出来，偷你，来偷来偷。偷吧偷吧，不要跟他们播聊些。他们说的是哪里的话，你们听得出来他们哪里的人吗？南部大米来，南部话给我。小心你边工作边听我直播吗？这大哥太多了呀。瓜哥是不是？大哥太多了，潮汕，你们是潮说潮汕话吧？对。嗯。不然呢？那你有听到我诛仙吃鸡吗？有看到吗？刚才有错过那样的精彩镜头吗？圈圈，你说你要是再，你说你要再胖一点就好，胖一点，脚劲足一点，多走快个两步，就看到我诛仙吃鸡了。谁让你长那么瘦？跟你说太瘦不好，天天减什么肥？我说好可惜吗？忘掉了。好烦呐，我这个枪怎么搞啊？丢什么呢？丢点 AK 弹吧。小心，你说你天天要跟圈圈比瘦，看什么？潮汕怎么两个都掉了呀？潮汕的，搞个鸡毛球啊！别说了，我这两把枪怎么玩呢？我就看他们两个肥不肥，如果不肥我就算了。为你，还不如不说话。那怎么能行？仙女怎么能不说话呢？他们两个搞什么？赌桥这圈吗？这个圈怎么算的？怎么飞的？他们俩搞什么飞机啊？不知道大哥当道的是
他们两个是说好一起走的。36屁股有吗？发点红包，外包干完至少发个饭卡。谢谢花姐，谢谢欣姐的爱戴，谢谢欣姐的爱戴。欣姐好好工作，我不吵你了，欣姐啊，好好好工作，好好工作。谢谢杨柳送的666，谢谢杨柳。刚才说有416屁股在什么地方？哪里有416屁股？哎，我也记得我身上有个416屁股的，怎么不见了呢？我的屁股呢？我扔了吗？扔哪里了？三层小白楼，捡 scar 的时候 ，OK， 我不能留他了，拜拜了了。不能让他被毒死，我感觉那样太痛苦了。舔上屁股就走人，你的屁股在你屁股上。OK， 好烦啊！大哥太多了怎么办啊？这样影响我们吃鸡呀、啊，是不是？虽然说有大哥，我们一样是这个吃鸡问题不是很那么大，但是那个这影响我们杀人数，是不是大家？你们说呢？哎呦，就有点小烦啊！今天周末了啊，大家周末愉快啊！不好意思，又杀一个大哥。就从他开车的这种姿势的话，我看得出来他也是个大哥。看到没有？歪歪。怎么感觉我要被炸死的样子？凭啥说你是外挂？
女人的第七感。其实我觉得真的可以把枪械展示作为抽奖奖品哦。我到哪里去搞？我到哪里去搞枪械皮肤？我在跟流浪打游戏。用我加油！我的天哪！Oh my god！ 四人队怎么了？四人队，四人队怎么了？四人队就牛批了吗？我一样要打，吓死八个人的。他们刚才只要停车，我就是个尸体，我就是个盒子。这不有点尴尬呀？停了？不可能啊，他为什么要停呢？他们怎么那些人这么刚烈哦？他们在毒圈突然两队人停下来对殴，他还去拉枪线，他飞的跑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？就很烦。装甲车是我的了，好吧，不躲避避。See you 啦啦 ，See you 啦啦 ，See you 啦啦 ，See you 啦啦，快跑，快点！扛住了沉迷油盐的麻烦，扛住了朋友聚会的刁难，扛住了世俗生活的刁难，却看不出你的真相。一步一趋所以只是不可求。
这也太刺激了吧！这也太刺激了吧！兄弟们，这秀不秀不用我来说了吧？有没有秀到你们头皮发麻？突然发现这个圈有点小了，不能再等了。这个圈可以再等，我突然想起来，这个圈可以再等。简直了，我的天哪！这一对毫无游戏体验，你知道他们很尴尬，你知道吗？首先毒来了，我看那个人在那树后，好像刚才这边看的人了。首先他们想毒来了，打扫我装甲车没有意义，对吧？然后但他们又不敢走，又怕我停下来打，就是那种很纠结的那种心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犹如热锅上的蚂蚁。哦，毒来了，别走了。首先跟大家讲，这一波我们没有必要进城，因为我们有房车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先上山守住。如果说一旦这个圈刷在了，没有刷在城区，那我的车就是有人打我的车，我很开心。
小伙子你是真的帅气呀、啊、老哥，你这是何苦呢啊？哎呦哎呦，简直你妈，这真的是稳健一下，现在保我们的血量，最后这个圈很有可能刷的，不很有可能不刷防区的。先上来一下，找点油，我先去哪找油？挖油啊，挖地里挖油啊。我来试试山楂片，十秒钟的时候走。省油，留挂空档。我看那下面有人了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我咋刹不住车？我的天，太重了！完了，我怎么一下冲到中间来了？我的天哪，很烦，有点小烦，我不想待着，我要去海边。你们怎么看？我觉得这有点蠢，对，我得走，我的油够，油够，油够。怎么挂空档？按 G。别住！哇，还好没上去。好，我就在这。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有人。搞一波了，哇！仓库很多人，看着没有？妈的！小伙子，换子弹，兄弟，换子弹，换子弹！有点骚，非要装下逼。骚的好吗？打了我十，看见这个人没？我撞死他怎么样，兄弟们？撞死，撞死，撞死！在这边看着就烦，看着就烦。很烦啊，嗯，怎么办呢？我操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个那个广告牌之类的，我记得。但是现在人有点多，他们没有进圈，我觉得我得往前压。我觉得我雷没什么用。
这烟也太浓了吧。这房子里有个人，看到没有？他看到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下没人了，冷静一下。冷静一下，慢下来，把我们给搞急死了。幺六，幺六这把枪用的人很少了哈、哦。换弹怎么还这么慢？Nice， 好东西。红点丢掉，丢掉。我们在圈里面，捡到 AK 了，我还是换 AK 吧，三个手雷不能再捡了。步枪带了140发子弹，够了吧？换一个吧。托腮吧。消音 AK 难打哟，762就打 AK， 把 AK 打好。飞机声，看这边有车没？有车，不过空投应该已经丢过了。我们看一眼。哦，丢水里了。
般刷船的概率还是比较大。这空投好像掉的不是水里面，有没有发现？是水里面吗？是水里面，水边上。有人有摩托车去了怎么办？哎，我猜了呀，没打下来。不要紧，待会儿我可以坐船上跟他打。不知我直接溜了。溜吧，有货船。这被搜过了，这不是我搜的，刚开走了。对，它是有那个货船，那个船我们能坐的，在码头就可以坐的那个船。哇，这没有扩容，有物资吗？没有。这上面没有扩容，这枪也真的打不了两下子就歇好菜了。另外就是个四倍镜用的，破船就是普通的船。
这个车启动太慢了。这边走过了，不过里面有东西没拿，是为什么？太富裕了吗？我们这个地方是圈的，这把车先停到这吧。四倍镜有点稀烂呐，看我这个头盔皮革的，怎么样才能看得近一点呢？这样子，这里没有阳光。哎，这个还真挺，哎呀，还可以哈，开门就能看到阳光。我还以为还不错，还挺真实。皮革三级头，这把枪怎么样？欢迎年哥，大房顶上看一下，会不会有点招摇？这空投，哎，消音。这空投好要吗？不好要吧？好要吗？不要了吧？稳着，先搞把机。去看看吧，不看了不看了。虽然说看的可能是鸽子啊，而且我们还有消音是吧？老妹儿，我们已经有三级头甲了呀，就不要了，不能太贪了。下面在打架，
老阴逼。我不算阴啊，我没有阴在房子里不动啊。后面人阴在房子里不动才叫阴。看不到人了，嘟嘟，其实有一个有一个悖论啊，真的有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是五杀吃鸡比较屌一点，还是十杀比较屌？十杀不吃鸡比较屌一点。这个问题，老生常谈了，老生重谈了。这个问题属于老生重谈了。又刷圈了，我看一下我们要不要去哪。防空洞是吗？先不动吧。吃鸡厉害呀！我是两枪就死了，这么痛吗？五杀吃鸡跟十杀不吃鸡，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屌？五杀吃鸡跟二十杀不吃鸡，肯定选二十杀不吃鸡。五杀吃鸡，所以就是说，就这么个意思吧。二十杀现在比以前难了，不像以前。不是想二十杀就拿二十杀，但现在想十杀还是可以的。但五杀吃鸡，哎呀，要进圈了。
哥送的五张饭卡，谢谢年哥，谢谢。谢谢您哥送的五张饭卡，就站这里吧，站一层还是二层呢？这么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其实这里你看啊不太好的话，那二层其实也不好，不如站一层。就这样站得有点难受，哪里有人开车马上去，那是猛男，那不行。感觉这里确实等刷个圈，我想立刻动，我觉得我带着这样好难受，很危险。我操，这。这是安全区，这样吧，我把车停在这块石头上先当掩体。稀烂呢，我操，这哪里打的，一点枪声都没有。被人打倒了，哦不是，他打倒别人了，他是妹控好像。消音器就这个地方偷人比较牛逼，我操，这人怎么老打不死他呀，看下屁股，看下屁股。
咦，我看到了三个人。应该在那边，因为我最后那边寄到的一个因为我们最后寄到的一个人是在那边的，我离圈近，他应该是要跑的，我们不着急，等他先跑吧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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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操，拉到这边来了。这边的话，那我还得往前去啊。因为他有可能，他那边是反斜坡吗？看到了，可以呀、啊，小伙子。其实我觉得，我刚才看了一下，我觉得我的细节做的不够在哪里啊？就是他在左右跑的时候，我没有必要左右摆头，懂我意思吗？他在左右跑扭的时候，我不应该左右摆头。他一旦停下来的时候，我就要左右摆头。雨一直下，谢谢真猛送的空投补给箱。
爱到江中老哥再来皮一下，雨一来下，给个机会噻，给个机会噻，哼，旋转跳跃，兄弟，我今天盯着你。妈耶，怎么雨一直下，我为什么不打头，我为什么不打头，我他妈是猪吗，浪费我三个雷。不过总算是丢进去了，比没丢进去要强。他给了我机会，我没有抓住。爱到深处的路啊，送完了吗？今天晚上我好想暴击的，突然听到这个声音，就觉得有点陌生了。我才发现好像很少暴击的。哇塞，又有摩托车！哇塞，飞起来了！天哪，老哥，我不想走这里吸血蒸笼送的飞机呀、啊！
谢谢真梦，哇哦，谢谢真梦送的双飞，谢谢真梦送的双飞，噔噔噔，谢谢真梦送的双飞，谢谢真梦送的三飞。我们今天那个五星任务还差几架飞机来着？还差两个空投补给箱。谢谢真梦送的三飞。嗯，谢谢萌姐送的三架飞机，欢迎圈圈。圈圈一来我都卡了一下，为什么？重量级人物登场，我要加桶油。找，怎么又卡一下？后面有油了。谢谢真梦送的三杯，欢迎圈圈。我的摩托车丢在了这边吧。哎，我的摩托车丢在哪？欢迎书宝宝在这，欢迎书宝宝呀，好久不见呐。终于找到了四人了，点点的肉还没长起来。每次都标，每次都标，慢慢就会越来越准，这我也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我还是想跟着空投跑哇！现在416，晚上416，晚上416，好像是真的少。有没有老板？有没有老板在考虑帮情报过一下五星任务啊？只需要立两个空的补给箱哦。纸啊，确定是纸啊？每次都标点，标多了就会准一些吧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在全中心。哎呦，我的！我有我的摩托车，应该能追到，没的问题，摩的问题。来了，快快快快，走了。快快快快快！欢迎牛逼 class，
是在刷圈之前出现的，所以说丢的比较早，可能。四倍镜，有。晚上好，共兔。等下一个吧，这个圈的空投就好追一点了吧，圈小。两桶油。来了，哦，车来了，有人来了。搞什么灰机嘛，搞什么灰机又来了，这是真的优秀。谢谢圈圈，哇哦，谢谢圈圈送的两发空投补给团，谢谢圈圈送的两发空投补给箱。谢谢圈圈送的两发空投补给箱，完成五星任务，飞起来了，五星挑战大使鱼跃龙门。谢圈圈送的两发空投补给箱，谢谢圈圈跟真猛的支持。啊，谢谢圈圈。那个房子是我搜过的，真的。干！先溜。谢谢君君送的两发空投补给箱。雨一直下，一直下。谢谢公兔，谢谢公兔送的130个小星星。谢谢公兔送的小星星。我看一下他这个子弹，
说实话，这个人的枪有一点厉害。这三颗子弹，当当当，这三颗子弹，他在什么地方打的我？他在这个地方打的，兄弟们。啊，他的开枪速度是怎么样的？他的开枪速度跟子弹密集程度有点小问题，我觉得。欢迎圈圈，谢谢公兔送的小星星，谢谢圈圈送的空投补给箱。雨黑门下，这么菜吗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打不到呢？我试了一下，没问题啊，就他一丝丝儿。其实我没打到，他都没动。我抬枪没什么问题啊，我真的难受。他在走位，他那天我搜过了，对不对？我搜了吗？他要再给我对一次，我绝逼把他搞死，好吧？绝逼把他搞死。难受了，我不能从这边上，我从这边上会，我爬在这屋顶上会被那个 SKS 打，很烦。我连雷都没有吗？我这么穷吗？救下了这逼，他没有队友的，不是？完了呀！
贼他妈烦，但他也会打他，他在打他。这边不知道运气，待会儿他们走了就好。应该已经走了吧？还在打着。就这两个。他们这个车上是几个人呢？刚才你们看过他们的，最后没有车了，我还有车的是吧？我的摩托车呢？快！
哎，这不开心有点蠢。18秒，我的天，我的摩托车呢？哎，为什么换子弹？我操，按错了。那波最后那个圈啊，没有地方能卡着，你们知道吗？点错了，操！我他妈怎么点了开场啊？就算我在一个地方苟着，也会被人摸屁股，会被人绕，所以说我也只能一直绕。三个，主场去了一个，妈的，我要摔死了！我操！三号，你那去哪？又。先站那个边上，先站那个边上，然后往下跳一下就行了。这三楼，三楼上三楼了，是个喷子。我操！差点掉下去。我靠，你还不会下来啊？你就是下来了。站。
下来了，我掉在裤衩上了。三楼有个喷子。死了死了死了。OK。你们在哪儿说三楼有个喷子？没了。他们俩都全击场了。牛逼。灭光了，嗯，我操了啊！我这他妈连个包都没有，是不是装备太肥了，连包都没有，闲不下？也不是，就是有点配件。小新，你觉得队友好吵啊？你不是有的时候又嫌队友好，队友不说话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安静。话多也不好，话少也不好，哈。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话，不该说话的时候就不要说话，是吧？对，我在打架，他们怎么能那么吵？不太清楚，还不听他说话。这城里跳了多少人呢？四个估计，四五个。死了三个。兄弟，隔壁红山有把 SCAR， 我不要，我打猛男了，我把子弹放这儿了。这么猛吗？打猛男枪？打猛男好玩点。噔噔噔噔噔。我这个蓝楼，两三百发那个 M 四子弹，还有 M 四，还有 SCAR。但 我来了。你们怎么不是打 AK 就打猛男的？这么都这么屌吗？一堆子弹。我想要个双狙，我想拿个 SPS， 好好玩。几楼有4216啊？不知道，你上面搜搜吧。哎，第一晚有人。我操，九八 K！ 啊！酒馆你看了几个？我看见一个。在哪儿呢？在哪儿？进去了。都进去了。几楼？全部。哎，一楼看见没？哎，旅馆。我操！围墙有一个。牛皮兄弟，我还有的救。哎，兄弟，赶紧过去救他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不在这边。漂亮，就剩一个最后一个绿头盔了，一个 VSS 在车后面。不用那啥，不用管他。飞车后面没人管他，越车那个车后。兄弟牛批！我操，兄弟你这样子救我，我感动的要哭了。车后面，越车后面。好，没丢回来，漂亮。越车后面，两个，一枪一个。爽！哇塞，兄弟，这样的被救起来了，我的天哪！
怎么他拿雷炸你一下？不是炸的问题啊，是队友拼命救我。哎，是那啥，那你那一共俩人仨人啊？